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谈一下这个空气的质量问题啊。那你从你在北京住多少年了？十几年了，十几年了。那你自从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这个环境污染问题，还有这个空气的问题？从哪年开始？从哪年开始？这好像不太有印象，就是你是说雾霾是吗？对，就是当你听说这个雾霾这个事儿的时候，雾霾还是那个，就是那个，报道新闻里来讲，就是说报告说北京，就是有监测数据的那个时候才，大概12年和13年的时候，就应该是近几年，近几年，近几那年，之前就没有人戴口罩这回事儿了，之前没有，之前也没觉得有污染问题，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认识。那你对这个雾霾问题你害怕吗？你觉得这个状态它对你有害吗？我觉得，应该是对身体有一些影响，应该是有影但是响。这个也没有一个科学的证据说它怎么影响了，只是说感觉上会有一些影响。那你觉得你就是促使你关注这个雾霾的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动机让你开始关注这个东西？第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健康，还有别的吗？没有，我觉得可能小孩会受影响比较大，啊，因为就是孩子有一次，我觉得，他就有一年他会比较频繁的就咳嗽，然后当然不一定跟这个事有关，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状况不好的话，空气状况不好的话，可能小孩会受的影响比成人更大一点，那你就是，你感觉这个空气污染的时候，对你个人的这个行为有没有受限？比方说你的工作呀、生活呀，你有没有感觉受到这个东西的限制？我觉得会有一点，就是当，比方说举个例子，就比如说那个空气不好的时候，你就会尽量去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然后你就会，比方说出门就匆匆的就出去了，然后，也会告诉，就是那个预报的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通知也会说尽量减少户外停留时间呀，然后穿着要整齐一点儿，就防把止暴暴露露皮在肤，空气当中。对，也会有这样的。所以那种时候，像你做事情肯定要，就是你日常生活肯定要受一些影响吧。你给我们看一下你平时戴的口罩。这种，这个是成人用的，成人用的。有不同的类型吧，反正都是，这都是那个，就换着使。换着是，就是在哪买的呢？在网上，网上买的，就是从网上买的。对，那哪然个后更还好有，用呢？你觉得哪个更好用？感觉不出来，感觉不出来。对，反正都是有一点闷得慌，那你觉得你是每天都换吗？还是多久换一次呢？就是口罩。其实我戴，就是说会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戴，因为我觉得会比较闷得慌，就不太愿意你不戴。太喜欢戴这个，你觉得戴了不舒服，已经影响你呼呼吸吸不了。太好那你戴这个口罩，你有没有怕别人在路上看着你或者怎么样？那倒没有，你不觉得？因为因大家都为，戴着是吧？对啊，因为比较严，我通常是会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戴，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可能戴的非常多，那你家还有其他的这对，个还有口罩？孩子的，还有孩子的。孩子的。其实差不多，它就是个头比较小，它也会哦，它也是设计的是它里边有那个，就是滤芯儿啊，然后就是说是有过滤的作用，但是小孩儿不愿意戴，小孩也不是很愿意他不戴愿意这戴，也个，是嫌闷不得舒服是慌，吧？那在雾霾天的时候，你带他出去的话，你就会带上这个口罩。他就我要求他戴，他通常不愿意戴，你也是在网上买的。对，网上买，有的时候是药店买，有的时候比较那个什么的，当时就在药店里买。那这多少钱一个？
应该就二三十块钱一个。嗯嗯，还可以加一个这个加这个，嗯嗯，你加几个滤芯儿，嗯嗯，过滤的这个，能帮我演示一下怎么使用这个空气净化器吗？这个因为现在不太用，所以收起来。所以你都没有用它，对。对。所以首先是。就这边它有一个调节，然后有灰尘了，有灰了，嗯，就好久没用了，有灰尘了，就它从这儿出那个过滤的那个风，所以它也会有一个滤芯，对吧？对，有，嗯，这个是它的遥控器吗？不是，它是计时的，它就180天要更换滤芯，啊，就是显示180天之后，对对对，就会要需要，就是它。按这个机器的设定来说，是180天就要更换滤芯。我们可以把它关掉。好，那你都什么时候开始开这个净化器呢？一般根据目测，就是看着天气不太好的时候，然后我再会拿那个买表去测一下。买表是什么？往这边。这个它会去那个显示目前的那个空气的状况。对，比如说现在是8.43。这个是属于高还是属于低？属于低的。属于低的高的时候会几百。然后它会告诉你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吗？就是它测的是现在实时的空气当中的这个。室内的。对对对。嗯、然后如果你觉得天气不好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到户外去测一下，看看有多比较严重。但是你有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个数值是好还是坏呢？它会有一个优良，就它自己会报告。它现在有显示优还是良吗？现在是优。现在是优。优、啊、对，但是它的一直在变化，是吧？对，就是在增加嘛，就是。是因为我们在说话吗？还是？不，就是空气它基本在流通，但是它不太准了，就是参考，作为一个参考，那你觉得这个空气净化器有用吗？平时，对，应该是有用，因为拿它去测它新出来的这个空气，就是比较干净的，就是显示质量比较好的。那你平常除了用这个机器来测这个雾霾之外，还会用别的东西来测吗？基本不会，就用这个。对，你不相信网络上的报道？网络上也会参考吧，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就是。因为每个地方呢会不太一样，就是你那个在一个城市当中，所以你只关心我这块好不好？我觉得会更准，就是我自己测这个会比报告那个，当然总的大的一个范围，比方说哦今天有300，那可能是差不太多，就是会有一个参考一个大的范围，然后再具体测我们家附近的。